真机长是我的梦想，今天我正式成为了机长。但最高兴的是，我再次听见那熟悉的鼓励。来，慢慢来，加油，记得永不放弃。就是这句话令我想起一个人，他就是孙老师。最近你好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我的童年就是振庸，起床了啊，要上学了。我叫卢振庸，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跟爸爸一起出门。爸爸的工作是撕纸皮卖给回收商。爸，今天去哪里收东西？等下我们去巴萨收东西。来，快点出发，这下你还要去上学的。哦。来，拿着先。那振庸，这个是给拿去上学吃的，然后你再等爸爸回来好吗？虽然我们没有钱，但爸爸也不会让我饿肚子。爸，所以我也不想让爸爸自己一个人辛苦，能够帮忙爸爸是我最开心的。但是我每天最不开心的就是上学，因为时间久了，同学知道我爸爸是撕纸皮的。好啊，去上课啦。他是撕垃圾的，啊，糟糕！就是这样，我经常被同学取笑。直到有一天，哎，垃圾袋，你呀，这样脏，在食堂中心想呕死人啊！走。上学就是一种折磨。振庸，该起床啦。不用上课，我留在家帮你做家务吧。好吧，那你就留在家里吧，爸爸出去了。我不想去上学，所以我选择逃学。我没有想到放学后孙老师来家访。卢振勇，我以为孙老师要骂我，结果没有。孙老师给我鼓励，放学后还免费给我补习。振勇，今天老师想送你一个书签，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或挫折，都不轻言放弃，梦想只要坚持就能够实现。在孙老师的教导下，
我重拾信心，成绩也大大提高了。有梦，永不放弃。孙老师，你是？谢谢孙老师的栽培，我才有今天的成就。咦，你是？孙老师，你还记得吗？永不放弃。哦，卢振勇同学。孙老师，我已经是卢振勇 A 技师了。老师，是你的。乖孩子。谢谢老师。来，来照一下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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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笑一个，一二三。感谢老师对我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的我成就自我。